至高有限公司创建于1994年，至高品牌是一家香港上市公司，有着27年历史，是中国500强企业。2015到2018年，国际巨星成龙代言。至高始终坚持以质量求生存，以科技求效益，以品牌促发展的经营理念，一贯注重科技创新，是全国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企业，多年来自主研发硕果累累，拥有众多核心技术。2011年启动多元化战略，至高专心专注于投影仪、音响、耳机和麦克风等众多视听产品。至高品牌服务全球，